就算爱着对方，也不一定要生活在一起才叫幸福。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的心从来就没有回来过。那女人真正爱的人是你。你要是能只照着心意，要是能够不对任何人感到愧疚，你能回到我身边吗？我想我需要更多的勇气。1月23日晚间6点，嘉禾万事成，精彩最终回。